观众，大家好，我是影兽。我知道你们看得很腻了，但我还是得把它做完。我讲一下，我这是 S5 赛季极速领域星耀一晋级赛第十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录到十集啊，但是，唉，我也打不上啊，我也没办法。连打道具的，我那一个玩那个刚不是有一个最强车神，那个好友全打道具，都可以上车神了。我们一个专业竞速玩家，居然打不上车神，我们。是不是有点，相较之下有点惭愧呢？哦，随机图书矿山，有哦，这个梗，总算随机图不会再只有那些星星火车站啊、冰雪希尔岛啊、奇米凡西这种粪土。终于随机图还是会有一些难图的。其实。最边边起步蛮衰的嘛，但是第二个起步反而会被对抗到。如果万一一个左段位一个右段位，我们这个第五个跟第二个刚好被夹在中间，这样很尴尬，这样。是第四个会比较好，三跟四位是最好的起步。矿山因为矿山路是说起步里面最小条的一张图。这边我真的不会过，求稳。奇怪，我手感怎么了？怎么一直撞？不是只有我惨了，好像不止我一个。刚那个直接乱按那个 WCW 版，应该是暴力弯啊。那个常规跑跑是用暴力弯过，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直接乱按到 WCW 然后第一局我们。是一个勾勾，之前很多都是叉叉开始，或是一个勾，接下来就很惨，所以请不要高兴得太早。目前是一个勾，加油吧！秋名山啊，已经连续输了 N 局的秋名山，先把它 ban 掉再说。这四张都还不错，坐骑，坐骑真的是不错啊，只要不要失误的太惨、太夸张，是可以赢的。基本上就是那个夹弯很关键，那边不要失误，然后飞跃下来的那个弯，那个进道不要失误。飞跃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飞跃掉下来的那个进道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擦撞而导致平开氮气的状况，这也可能会被追。一个进阶没出，然后被对抗到，直接整个氮气撞。刚刚那个地方对抗有点激烈，这边不用卡气。小 U 也不用卡了，那个特性，
刚那个特性触发，因为那个弹射触发，好欧啊我。这边能不能延续呢？延到了，但是其实也没什么事，在这边刚的这边被撞到少一管气了，飞跃也没有失误。给你第一名也没事，哎，我第一名耶！ Yeah！ 我们看我们赢多少吧。我们坐骑第一名，赞哦。那应该是毫秒之差，大概会差 0.03 以内。我看，因为我们进去的时候是第二名，他写是第二名，就我们出来是第一名，耶、yeah！哇，两个勾！难道这次可以一次晋级成功吗？ 0.01 秒的差距，哇！我刚把路线卡死，他好不容易冲上来的时候，结果就已经太迟了，就被我反超。我是双杀的，他可能没有做双杀，可是我是双杀的，是 C 双杀出来是 CW， 所以其实两个速度都很慢。两个速度都很慢啊，长城，哎，这次图都不错哎，哎，我们长城也变专家了，专家哎，不能辜负这个名字，长城专家 ，expert， 冲出来嘞！进阶没输，刚那个失误是这样。哇，他们怎么全上来了？这边连这边进阶都没有出。哇，今天手感怎么了？总算出了一个，那个极限的过法，就飞过头。哇，这场很惨，不过也是他们水准比较高，30就第五名，30，我觉得30其实有至少要第四名，30这个成绩大概是可以第四名的。那三比较强，刚刚是升级宠物了，是不是？目前两个勾一个叉，稳住稳住，剩只要再赢一局就可以过关啦、啊，很舒服啊，不觉得吗？要舒服的玩，然后不要输就好。西湖。有点紧张哦，因为已经有连续两次西湖都是本来第一、第二名，就在最后一个地方被超到变第四名。那不要再犯同样的失误了，不要提早开气，提早开气等于提早没有气了。在下面平跑你挡得到人，在上面已经跑上去那个路那么大条，你挡不到人啦、啊，你平跑挡不到人，知道不？不可以再偷开气了。
这边一个起步没有冲出去。哇！换个跑法。哇，上这样也可以上来，这样也掉下去。再换个跑法。这样也撞，哇，这场有点惨啊。我们跑法已经早调整回来了，可是我们已经看不到车尾灯了。这样起步就没冲出去，然后又一堆白痴的失误。哎，这边怎么会弹起来呢？除非他们等一下那个跳板没上，但基本上是没有机会。而且，如果说我们是第四名，这个距离就算了，这还给我一点希望。我们前面那个是第五名，很好，他们没失误。哇，40。不行，两个勾，两个叉。最后一局我们交给上天来决定。我们决定玩道具。我觉得我们竞速手感不行，我们来玩一个道具。他们绝对以为我要玩竞速，没有，我玩道具。队友啊，给力好不好？我的晋级赛胜负都就交给你啦。龙门新村，没关系啊，反正不是竞速。如果竞速出龙门新村，我会很干。但是龙门新村如果是道具，我就还好。你们给力啊，队友！队友，我在打晋级赛，你们给力，好不好？给力！已经一开始就两个勾了，不要辜负这两个勾，好不好？你看长城跟那个西湖都输，以前我们还以这几张图为傲。没爱了，就那几张图没爱了。他们什么都自爆了，好久没打到去，那个打晋级赛都。很少会玩道具，卡了。邪恶的胶皮。给力啊！我没力啊，冲不出去。刚传了一个天使给他，干嘛了我？我传了天使，我不能传氮气呀。
不能连续连传两个道具，你们知道吗？我被我自己搞死了。我如果传氮气给他的话，我们是有机会赢的。我传了一个天使，害得我不能传氮气给他，他冲不出去。我的错，就是我自己害的。又没晋级成功了，真的是被我自己给打败。我们前两局这么好哎，一个矿山，再一个。一个矿山在一个侏罗纪，多好啊！结果后面就整个抓掉。哎，龙门新村跟秋之羽都放了，都被放。喂喂喂，黑幕啊！裁判，黑幕，黑幕啊！衰神来临时，想挡都挡不掉。因为我们最近道具真的都赢不了我们道具没有拍晋级赛的这一段时间，我道具好像基本上大部分都输，不然就是一赢一输，很少那种双连赢两次的。大概10场里面有6场是两输吧，3场是一赢一输，只有1场是连赢。这图没希望啊，他们做太细节了。这图他们玩得太细节，像我连这张图都会失，他们都不会失。了不起，他们有对抗，但他们绝对不可能失。手机有卡哦，什么鬼？我似乎不怪手机啊，但是手机玩起来真的很不流畅，真的很不流畅。那我们都已经把它关到最差了，都已经关到画质最低，手电模式都开了，还是这样子啊？帮我们把剩下的一局道具玩完吧，一天玩2局道具了。这次晋级赛真的是相当的惨，有好几次机会都是。差那么一点，就差这么一点好几次都是这个样子，真的腻了，我腻了。极速领域玩够了，可以放我上去了没？不要一直把我关在这个可怕的地狱里，好不好？这个晋级在地狱，真的是太可怕了，让我上去嘛！我上去，我他妈就不会再打扰你，我就不会再玩了，好不好？他妈的就不烦你了。连配人都不让我配，妈的！让我上去，我要上去，好不好？让我上去。这龙门新村竞速根本没办法玩啊！为什么他们这么龙门新村这么强？你知道吗？C 乘反 C，他们都超强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图，这些图我的失误率是偏高的。11层跟龙门新村，我这两张图失误率偏高，但是他们却可以玩得非常的极限，是每一个人都很极限。
不懂为什么他们的成绩是我的极限成绩，他们跑出来的成绩搞不好比我极限成绩还要快，所以我根本没办法打。拉一下来，下一个，再拉一下。怎么没吃到道具？哎，这个复位的点怎么在这边？干！道具连道具他都不让我，妈的，四个磁铁是怎样啊？他妈的，怎么一堆磁铁？我不玩道具。果然道具真的不真的很渣，连道那个竞速都够渣了，道具更渣。这是第十集嘛？我们看哦，看来还离我们很遥远，晋级成功。哎、欸，我变成凡亚特了。我花个看个时间而已欸，欸，要是他不给我闹的话，我会变行星火车站。我老实说，我真的本来要变他，但是我只是花个看一下时间，我看一下时间而已。妈的，他给我感应到，我感觉碎尘在我头上，我不要再重回一次80分的痛苦了，好不好？80分，晋级算了，晋级失败还没那么惨。惨的是打到80级，这才是真正的惨。尤其是玩道具，玩道具更惨。有玩道具，没玩道具还没那么惨。我以为道具是5/5开的，并不是，好吗？不要被道具的单纯外表给骗了。哎，你看我这张图，从来没有人帮我变过。不敢说完全没有，就算有我也不记得，反正都几乎看不到，完全没有人帮我变这样子。你不要挡我侧身的路好不好？我侧身没有问题，是被你的路给封死了。你把我卡，我经过你那个，你刚在那个位置，你把我路卡死，我知道怎么侧身。哎、欸，现在不是晋级赛啊，算分的、啊，不是一个勾一个叉的、啊。大哥，而且大哥们，你们给我点机会好不好？给我点机会。单圈40，不是单圈100，要怎么玩？请问一下，单圈100我要怎么玩？哇，连续两次撞冰山。真的是状态不好，真的。大佬们，给我点机会。你们不要再说风凉话了，好不好？你们，我玩到这张图已经够心寒了，没有人会帮我背这张图，你们知
知道吗？龙门新村，还会有人帮我背，你知道吗？企鹅岛，还有那个什么，星星火车站，从来没有人帮我背过。哎呀，心寒。我看我们拍到打回去就可以，不用再拍，时间又可以又到了，打回去100分，时间又到了，拍第十集。哎、欸，不对，这是第十集，是不是？是要拍第11集。哇，这图我不知道变哪一个哎、欸，都一样烂啊！你看，是不是跟你说，星星我真的没有人会帮我背？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你看，再给我一个11层。我觉得衰神在我头上在那边绕，我头上有一团苍蝇，你知道吗？一团乌鸦，衰进在我这边。什么星星火车站啦、啊、变错图11层啦、啊、道具连输啦、啊、什么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啦、啊、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啊、那个西湖也爆炸了，那晋级赛的时候西湖也很烂，然后手机还超卡，我这边段位还撞墙，你看就衰神就在我头上，你知道吗？刚侧身的路还被挡，把我小盆撞没了。怎么又是你？终点，终点。扣2分，因为是随机，然后本来扣3分，变扣2分。妈的，垃圾图！他是我半徒手哎、欸，除了随机图以外，他绝对不会中的，没什么疑虑，就是不可能赢的法师。84分啊！84分啊，大哥，我们要重回第二集的惨况吗？第二集的惨况，10集的大哥，你已经玩了正常晋级赛的3倍了，时间3倍了，你还不够，还是上不去，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真的快被游戏跟你给气死哎、欸！撞我干嘛？段位就段位，不能好好段吗？连段个位都不会是不是啊？我不是在骂你，我是在骂那个天气。
这不是随机啊，这土不是随机。哦，不是啊，这不是那个加分土。那个加四分啊，不是随机，也不是任意的。刚那个，他是要冲撞是不是？我绕外面了，我也失误，我绕外面也失误了。没有失误可以有机会破纪录，88分了，你太远了啦，太远了，你知道吗？我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本来两个勾，我就跟那个小玉一样的感觉啊。那个时候在打亚洲杯的时候，小玉不是只差一场就赢了嘛，我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是那种只差一场就赢了，你懂吗？差一场就赢了，偏偏输了，然后这个感觉就是很傲，幸福、胜利在你面前，你要拿却拿不到，一样，这感觉是刚刚的感觉是一样。心真的好累，心好累。基本上，如果两局都赢的话，再赢两局应该就可以打回去，因为这个是任务图。我怎么失误了？又是撞墙，你撞一次就算了。我这边又一个失误，这边还卡，哇！这很明显就是老天的给你的意味，就是说不叫你不要打了，但我偏要打。这个太那个了吧！这局太惨了吧！这局想请你代打，帮我打晋级赛好不好？我会把他打到100分，叫他帮我，叫代打那个人帮我打到车神，打到车神就好，打上晋级赛就好了。我没有要几分，我就车神就好，给我一个让我有一个车神的标准。哎，可是这个手机卡是真的有问题哎，是真的有问题。我觉得我应该去处理一下，我试试看，我用那个 Clean Master 会不会把那个录影给搞掉？应该不会吧。没那么惨，他在这里。不要不要，他会不会帮我把它关掉？不会吧？对，说刚看到抖音，我想我好久没用抖音了。爪还在。是垃圾太多吗？那我也清一下。那我们不是打晋级赛吗？那么就看到突然画面变三分之一的，就是变直的嘛。然后就突然看到一个 Clean Master 在清，奇怪，这不是晋级赛影片吗？真的是。奇怪，这不是。这是晋级赛影片吧？我怎么变在做这种事？没办法，手机真的很卡。我试图去解决它，我知道这样子没办法根治根本，换手机就是解决之道，但是真的没办法。
我们已经录了36分钟了。真的没办法，我就先提前结束了吧，不然还能怎么样？再分下一集哦。好了，那我们回到晋级赛，应该是要重进的啦。过了，我们这样去清这个垃圾，应该也浪费了3分钟，会浪费3到4分钟的时间。可是没办法，手机卡。你看，刚刚有一个失误，是真的，他卡了1秒钟，在快要准备漂移的时候，他给我卡了1秒钟，整个直接节奏乱掉。这个至少慢了3秒，光卡自己本身卡了1秒，然后又要调整状态回来，又花了2秒，所以那个真的太严重了，没办法玩。如果你说现在是个钻石铂金排位场。再卡一下没关系啊，你卡个3下，我搞不都还有机会前3名。可是这不是，这是个车神排位，车神晋级赛排位，要晋级车神的排位赛，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子让他这样搞，我真的没有办法。哦，道具为什么一直输啊？我们的道具是不是有什么黑幕？是吗？有没有黑幕？我觉得有黑幕，我们道具这个有黑幕。你看，你自己看一下这个东西，11层，星星五之战，秋之舞，龙的蛋，一起出。我不知道要怎么玩这个游戏了。啊，是随机，这烂图都已经出来了，基本上随机的图应该会不错。耶、yeah, ，侏罗纪，我今天唯一一张第一名的，这图唯一一张第一名。这不是任务图。任务图都赢不了，能赢的都不是任务图，而且那个能赢的图还会比那个任务图好。我觉得我不喜欢的图太多，可真的没办法，那些图真的就不喜欢。我是有观察吧，那确实。龙门新村跟11层，好，已经很久没有赢过，比秋之物与洛杉矶星星火车站那些都好比，连反11都好机会，我觉得那两张真的是两次，我是直接放弃那两张，真的玩不到那个成绩，有差距，应该演不到，弹射出啦，但是演不到。这特性没触发，我已经不是天选之人。他不让我撞后点喷诶，有人这样搞的吗？不是啊，我被那个。不知道哪一台挡住那个路啊，我没办法撞后点，我没有办法撞后点票，这不是我的失误，那个路被卡死了，真的没有办法，我路被卡死了，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路被卡死，我去捡个幸运。这局倒了去捡个幸运，那个现实宝箱。我觉得上次录现实计划录的还蛮成功的，我们再来一次现实计划吧。下一集，等我们这集是把这集的是做到啊，把那个任务消掉。下一集是30分钟，30分钟有点短，40分钟好了，40分钟计划。我就这么决定，我就40分钟吧。我们一天最多拍2集，我拍3集的话会太浪费时间，拍3集其他事都不用做。所以竞赛影片你们看的也很无聊，所以
有时候我会去做其他事，但不会太久，不会超过片整片的四分之一。我注意怎么冲出来，人家飞跃失误了。哎，我刚那个已经很贴弯了，他是不是从我的缝呢还钻过来？那他蛮强的，刚那个小缝钻得过。刹车，因为用甩漂也会撞，所以我都不用甩漂。那星图都不上排位，我都不练。那上排位我才要练。那个夜明啊，莫高窟啊，还有那个糖果跟蜂蜜。二八，没关系啊，有音就好。这是任务图吗？如果是任务图的话，那我们就结束影片吧。我看一下是不是任务图。等我一下。我先去挖个宝，挖宝我回来看一下我们过任务了吗？如果写任务已完成，我们这一部片就结束了。去吧，然后把休闲区的玩完，赚点券啊！为了赚点券，不要看我晋级赛全部都在晋级哦。我这个人没有那么无趣。还有第十一集哦，你们可以期待。晋级赛真的没有很惨，只有这更惨。然后我不会跟你们剧透一下哪一集会做结束，但我也不会把他们全部放在一起啊。或者说你们连续频道连续十几天都在上传晋级赛影片，我相信你们会看得很腻，所以应该会把它拆开吧。但不至于拆太多啊，大概有了四集这样子。就是有公车唱歌影片要插队，我会让他们插队，没有的话就让他们一起，就让那些晋级赛影片放一起也有可能。因为我们闲聊时间，现在就是我们的闲聊时间。不知道你们看我晋级赛的影片感想会是什么？没有准备好。那我系统出现错误啊！开始，我要选那种已经准备好的女生优先。那如果不是女生的话也没关系。那女性是什么？真空没办法传导声音啊。
徐志摩五人变奏是徐志摩写，他有写这篇吗？赢了，没关系，我赢就好。好，那影片，哎、欸，没，我还没确认呢、啊。嗯，不要赶我。我还没确认，万一秋之雨不是任务图怎么办？我印象中秋之雨是啦，但是。这集废话有点多，好像是任务图嘛，那我们就结束了，拜拜。